哎，蛋糕还没人吃呢，那我吃。妈妈，我要吃蛋糕，吃吃大块的。哟，里面有人打架，走，咱们过去劝一劝，先给他们来个天雷滚滚。把家伙乌烟瘴气，打得很激烈嘛，但是我感觉还是差点意思。来，我给你们添把火，我让你们尝尝我大举的厉害。好家伙，这明明看到人就在角落里，这一速的下去愣是一枪没打中。不过没事，听脚步，敌人马上主动往脸上送。你看我说啥来着，注意脚步，楼下还有人。以我多年落地成盒的经验，这小子待会肯定会上来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他一手。大约过了30个月，我来。二楼男宾一位，抬走，有请下一个。听脚步，又来一个。在这个角度打不到他，咱们往右拉一手。二楼女宾一位，都给我死，抬走，有请下一个。这雷炸死，哎呦呦，好家伙，还知道扔个雷，好害怕。来，抬走下一位。下一位来的有点快呀，我这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呢。哎呀，小虎的身手也很矫健嘛，但是再矫健也得说再见。此时各位老 baby 们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个赞？好，抬走下一位。欢迎光临。可以，这一看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呀，进来都是先在空调后面蹲一会儿。没有人，老弟你快出来吧，这地方没有人。你看我来不来就完事了。嗨，我不是人，为什么要来伤害我？哎呀，我去，这随缘枪法狗看了都摇头。不过问题不大，轻松拿下，枪法随缘，丝毫不影响我杀人。老家伙还坐着专车来的，那你鸡哥来亲自接待你一下。嘿嘿嘿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，噼里啪啦一顿杀死人头，他就到了吧。我也不想这么棒棒啊，但是实力他不允许吧，他不允许。听到了吧兄弟们，又来一个。这小伙子也是非常非常谨慎，也知道扔个雷排个点。好，大残差一枪，直接过去跟他刚。来，露头。我竟然没打过，我傻啊，我不服啊，我不服啊，为什么这枪马的都比马化腾都马呀。